老北京的二八酱。我拍的是五斤一桶的啊，它有一斤的，然后还有就是更重的，就是可以商用。它的包装真的是很严实啊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就是这种袋装的。咱们平时喜欢吃火锅的，然后自己做这个火锅蘸料，还是你想要出摊卖个凉面呀、凉皮儿啥的，或者是卖麻辣烫啥的，都可以用这个酱。刚打开的时候，上面有一层油是正常的啊，因为它会有就是往下沉淀，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。很香很香，不会苦，按照比例调配好的。就它上面浮了一层油的话，你就这样一直搅拌搅拌，它就好了。看，哇，特别的香，真材实料，配料表只有花生和芝麻啊。二八酱就是花生二芝麻八，做火锅蘸料呀、凉面呀、凉皮儿商用，自己家吃都可以。嗯，很浓的花生芝麻香，就是你平时拌个面包呀，也很好，还有轻轻的甜。